音乐还早，我得赶快来走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哎呦，要死我！哎，罗哥，你小心啊！哎，你鞋子啊？Hello， 我是秋哥，这一次终于出来面对了，没错，亏了两年，讲了两年，嘴炮了两年，终于要来找超级热狗王来练腿一下，而且特别我们来测试 Reebok 最新上市的 Nano X2 练腿找腿王来穿训练鞋测试就对了啦。特别我们要来 Pita 哥哥所经营的新开幕的 Step X， 让我们一起给大家看下去，耶、yeah. ，Reebok Nano X2 啊。耶、yeah, ，超级热狗王哦！讲了这么久，终于来了，对、啊、来了，超久了。来虐腿之前，先保护好双脚。哇！来试一下，试一下最新上市的 Nano X2， 我们就穿起来。而且今天我想要特别请教热狗王，带我们练腿。听说现在秋哥是有伤，我前几天僵直性脊椎发作，所以你要手下留情，可能半个动作就结束了，半个动作就回。就直接到了那个天堂地狱这样子。是是是是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，哎，顺便测试一下，对，看一下你的体感这样子。先热身一下好了。热身吗？热身。好好。去，这是啊。耶耶耶 ，Step X 新开的，下一次我们要慎重来排一个开箱。现在已经试营运了，什么时候正式开幕？五月找个好日子。皮尔哥叫我不用热身，直接上片，直接上片。有一点腰伤啊，就把它压回去。下一次我特别要找皮尔哥哥带我一起练。Okay. 今天我找热狗王帮我练。我觉得你顺序有点错了，我怕你下次会不想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好，拜托那个热狗王，可以对手下留情。下一次我还要来找皮尔哥哥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下次见。祝你好运。祝你好了。我们先热身嘛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组合 combo A 加 B 这样。我们先热身吧。我先热一下好了。杠铃的深蹲。对，上一次就是有点闪到，之后我都还蛮小心的。最近蹲最重就70-80而已，就不太敢上去。蹲这个会很吃力吗？这几天可能会，所以我可能会再降个大概40左右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你的 reps 跟组数会怎么算？就是做到力竭而已，因为不同重量。不同的机械张力嘛，那相对应的力竭次数会不一样，但都没有差。其实反而因为你受伤的关系，我们用更轻，但是更轻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可以抓力竭，没问题的，只是次数会做比较多而已。对啊，那等一下我们是会做一个组合，是做杠铃的深蹲，做完之后我们会去做 extension 的部分。其实真的蛮稳。一、二，来六 ，up， 来七 ，up， 来八 ，up， 好，两个九 ，up， 好，最后一个来十 ，up， 很好，勾在里面，对，好，等一下我们是往前伸展的部分，好，要做好哦，一下下二 ，up， 三 ，up， 四 ，up， 三，四。十五啊，十八啊，九，最后二十 ，OK， 哦，这20下，对啊，哦，好，我平常比较少做超过10下、12下的。自由式的重量就其实变成说是让我们试一个，机械张力比较强，但我们不会在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就把它抓力竭，因为我们有受伤嘛，对不对？我反而是第二个单关节动作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用到腰了，就是我们好好的把肌肉刺激好。对啊，这时候多做也不会怎么样。组间休息可以休多久？20秒就可以。20秒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不是1分钟。没有啦，
对，以秋哥使用这个重量来说，这个休息时间你不能差不多，你不能把我玩坏掉啊！哦、不会坏，不会坏，不能玩坏哦。一，撤，很好，来二，二，来三，很好、哦，二，来四，来这个，来七 ，OK， 继续，非常好，轻松的。这个组合餐不好吃啊。来来来，收紧，来一、二，提高，来三，延伸，上去，来五、六、啊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这个二十 ，OK， 我们再二十秒，然后等一下再最后一组，我们一个动作只要做三组就够了，对啊。心跳声哦，那不错啊。この音なんだ。キングエンジン知らないのか。キングさんが戦闘態勢に入った時に鳴る音だよ。十秒太短了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是一般你们的二十秒，是不是？对、啊。但是人间的二十秒是比较长的，你知道吗？神间的二十秒是二十秒，这里的二十秒要乘以三。是这样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走，来最后一组。好。Yep。好，一。可以，很好。二，很好。三，很好。四，很好。五，很好。六，很好。七，八，九，这个 ，OK。是啊。哦，这个境界不一样啊。这个二十秒。可以，神鞋加持可以，神鞋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四、来十五、十八、九、二十二，耶，没有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没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差不多。我们有三个动作，我们总共有三个动作，我们都各做三组，所以总共九组而已。好的，在热狗王虐腿我的这个组间休息的时候，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 Nano X2 最新时代。原本喜欢 Nano X1 的人，我跟你讲 ，X2 真的是有感升级。第一个足跟杯，那这个是旧的 X1 X1， 那足跟杯在这边，它把这个足跟杯的这个支撑往前移到这个地方。你看，像我那种扁平足啊，足弓支撑这边有感的升级，真的大大的提升。第二个延续上来这边的 TPU 贴片哦，它让上面整个这一段后面这个变得更坚固，足弓这边内部的这个支撑啊，非常非常的够。第三点，它的鞋面融合了三种的编织技术哦，特别是它的最底的这一圈哦，这一圈的编织是变得比较硬啊。X1 的它的是比较透气的这个鞋面，它会做比较透气，所以它比较塌塌的比较软。有时候你做硬举的这个动作，你往外推，你的大拇指会冲出去啊，感觉大拇指快要射出去的感觉。Nano X2 它就把最下面这一层变硬了，这个是一个新的纺织技术哦，所以在侧向大拇指这边啊，完整的硬邦邦的 hold 住。第二层它就是透气层，还是拥有非常好的透气的舒适度哦。那第三层上面呢，就像刚刚这个贴片，它有上面的这一段强壮的结构哦。那即便它把足弓的这个支撑往前移，但是后面的这个结构呢，它就是变成比较硬的足跟杯，所以后面一样紧紧扣住你的脚踝，大力的支撑你的足弓，像我们这种扁平足的，这个特别特别好用。X1 到X2真心的是有感升级哦，不管是拿来硬举或拿来深蹲哦，穿上去真的就是哎，里面这一段跟整个上面硬邦邦结构包覆上去，即便它的大底跟中底，它的 Flowride 原本就是高回弹这个中底，再加上非常强壮的大底哦，一样它是比较坚硬、比较扎实的这个底，不是那种有气垫会软的。即便如它也是非常适合做像 CrossFit 的这种冲刺啊、雪橇推啊，或者是你折返跑啊，很多很多 Nano X2 可以扎扎实实的保护你的脚。
真的很棒，全台首发，3月25号到28号这四天呢，你到 Reebok 台湾官网输入折扣码 Sugar， 享有9折优惠，还送 Reebok 的健身套件，都是 Reebok 这次特别跟 SB 台湾独家合作的，全台率先开卖。其实一年一双训练鞋没有问题的，你迟早要训练的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所以这一个绝对是健身的路上好伙伴，就是 Reebok Nano 全系列。那我们回到虐腿的现场。这家主他我们家用哑铃做相扑的宽的蹲。相扑的，对，这样吗？对。然后宽的，对，然后屁股向外，对，下去的时候，对，然后拆下来，这样。Yes， 然后起来的时候把屁股夹紧，对，然后胸不要像硬举那样子腰往前，我们只要直上直下就好了。对对，胸椎挺出来，越靠着自己身体越好。对，小心，这样。对，然后起来之后把屁股夹紧。Yes， 对 ，up， 好下去，好，不要放你 hold 住 ，up， 好，腿后勾，勾，好，对，没错，腿后勾，八 ，up， 两个，九 ，up， 九，十 ，up，OK。哎、欸，这个你都休息20秒哟。对啊，那一般你会让你的学生，让你脆弱的学生休息几秒？30秒吧，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做比较强。不然我2年前直接找你，肯定不会不会不会。喷泉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九、十 ，yes， 非常好。十一。2、3、4、6、7、9，这个10 ，yes， 开心，剩一组。所以其实一般人，三个动作下课可以啦，对啊。他如果真的20秒休息。30分钟就练完了，对啊，练完腿啦，对啊，就可以去练其他地方，对不对 ？Nano X2 是撑得过这个高强度的20秒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一、二、八、九、十 ，OK， 哎，这个真的有点恐怖哎，我找错人了，做完了，嘿。2、3、4、5、6、9、10，还有吗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，还有一组没有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已经做完，我们3组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，下一个组合餐是什么？下一个没有组合餐了，我们就一组做完就好了。最后一条路动作，哇，我简单的就做一个动作就好了，上一片，左右各一片，这样就够了。而且我刚刚差一点，我就没有 hold 住的话就出了。对啊，接住哎，这营养哎，会瘦哎，膝盖不要内夹，屁股不要内夹就好了，深呼吸来吐气投出去。好，来，我们手把往前推，手把往前推，对，好来，吸气的时候屁股转开来，好来踩出去一，好下来二 up， 三 up。四 up， 14 up， 25 up， 16 up， 17 up， 18 up， 19 up， 20 up， 最后10个，来一，来二，来三，来四，来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两个九，最后10 up， 踩啊，手把推，推，是这样，耶。我以为只有10下，来，我们30秒休息时间，结果是30下、喔。对，你是对我这样，还是每个人都這樣？我也这样，我做很重，我也是30下，我甚至可以做50下，还是要50下。没有没有。而且你不会觉得说，其实这种训练方式还蛮适合秋哥，因为你关节会容易不舒服。其实今天这样练下来，你不会觉得关节不舒服。其实是哎。对啊。对，这个没有下费太多的问题。其实。这个是秋哥应该是应该要去锻炼健美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体弱，练这个30下不用，20下就好。来，是第二组，东西，踩，一，二，
好，三、四、十八、九、二十，来四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不管是健美式、健力式训练，我觉得坚固的鞋子都很重要。而且这个叉兔它中足底的部分啊，足弓这一块它有就是做往前呐、啊，所以其实对于推这个动作是有帮助的。但是扁平足的人穿比较好、啊，其实是它其实我想是因为这些扁平足的人太多，它往里面真的是为了足弓的支撑，足弓支撑真的差很多啦，有感升级。但是吼、喔，你穿叉兔、叉外或叉四的鞋子，遇到热狗王，你的脚会变强，舒服最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哎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、二一、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，最后一个、哦。结束了，就这样就结束了，其实轻松又惬意。后面的镜头交给热狗王。嗨大家好，这是我的频道，我是超级热狗王。有点后悔来找你。你不要这样，你结束啊！好，我半年之内不敢来找你。不要这样，虽然只有三个动作，辛苦秋哥，这个完成了。哎、欸，终于完成了，跟我一起练腿，这是壮举了。哎、欸，不瞒各位，这是我们史上拍片速度最短，拍20-30分钟而已。对啊，对，就拍完了。你在找我？有效率，对啊，我是一个追求一个效率的人，一天一集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不会冲量，对，中五个，那不然我们现在再来拍一集，下一集是爽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开始练胸，我们马上拍完，下一次健美讲堂，我决定了，有一个带状的交给他，那你可以找其他美女，哎呀，我当摄影师就好了，哎，我下放当摄影师就可以了吧？哇，对，瑞瑞，换我当詹姆斯，让我剪接，你们进来练。你们会感谢我。对，下一次你确定他们想要练吗？不管，这个就是老板的这个任性。冠老板就是让同事进来被拍，我觉得这样子才正常。老板不就是应该坐着剪接、坐着讲话就好吗？今天这是我们第一次，我快喷了的那一集。对，下一次我们挑战。我就尽情的喷射好了，好，喷多少 step is 看看可不可以喷多少，那没关系，有人会听你。好的，这是这一集我们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丘格约格，今天特别测试 Reebok Nano X， 对啊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舒服哎。最后我讲一个重点，好，适合硬汉，硬汉，硬汉，对，最适合硬汉的鞋是 Reebok Nano X， 马上就要新上市了，有喜欢下方链接。OK， 这是以上的丘格约格，那我们就。下期见了，感谢热狗王杰克，那我们来一个帅气的 ending， 耶！我干，给你来找我的，赶快来走！哎呦，真的是，哎呦，好要凶！哎、欸、哎，头、欸、哥，你要去哪？哎、欸，你鞋子啊？不错嘛。